做事情还是宝贵。对，但他这个事情很难啊。还是以前的老司机比较厉害，都不要找。它更有精神，就是一弯弯弯去，然后感觉更晕。大家都加高速，大家都走高速。这条路也不错啊。对呀、啊。还有烟雾缭绕的感觉。对。人间仙境啊。听到下一条语音提示之前，请沿当前道路行驶。宝贝，你也看看窗外风景啊！哇，好漂亮啊！你看竹林啊，有没有熊猫呀？熊猫啊，熊猫，熊猫咬吃，熊猫是吃。这边才叫生态游啊，生态游啊。爬山路还是好看的，文化的都是在树林里面爬，这只是绕山路而已。